给我一波漆啊！漆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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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复力有点问题耶，我刚应该先看一下菲尔卡的。抽一张押金哦，哦看抽一张我应该会更精，我觉得。照逻辑来讲是这样。现在还有93700位的观众啊，等一下我们会有另外的彩蛋给各位啊，如果要看彩蛋的可以等一下留下来好吧。啊看 VOD 还是会看得到，看 VOD 还是会看得到。来了93000位的观众啊！因为我怕不早点讲，干，大家都睡着了，知道吗？彩蛋，对对对对，有特殊的彩蛋要跟各位分享。通关才看得到哦，通关才看到哦。R3 改开学你家水源。哦，好，可以可以，我参考一下你的用法，应该是可以。等下这个要先开，这个也要开，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刚都忘记了，应该是要这样开才对。93000什么东西？93000。要走太快哦，各位。因为本来是想要影片最后再跟各位讲的，可是我怕干这种魔队大家会睡着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我先跟还在的人讲啊，如果不在的话就看 VOD 吧，应该就这样吧。90哦，你说怎么算是不是？就是基本上应该是新来的，对对，我们的观众都是以一当百的观众，所以90000是这样来的。我刚以为是讲什么嘞？你应该是新来的观众啊，应该是新来的吧。因为白金台的观众基本上，都还蛮强的哦。对，一个抵100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所以你只要看到你现在的数字乘上100，就是实际上的数字哦。啊，如果等一下如果有机会，我就可以再示范一下为什么我们观众以一挡百。基本上刚前面来的观众已经看到了，这边的人有多厉害都看到了，都骂脏话让你们清醒的，旋转门要转过来了。呵呵，我看一下哈，先开这个。
靠杯啊，你就一直一直弄就好啦。看你老师哎、欸。我想一下哦，不开水我好像灌不过去，哎，好像可以哦，因为我们属性相克。靠背啊！啊，吓死我！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也想睡，效果做得很好的。来，三清水屋，一只鸭子好了，让康博数多一点。哎，我看鸭子不会补血，靠腰嘞。右边那只会死啊，左边不一定啊。断心，林老师哎、欸，你把靠良心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干嘛把水雾关掉，直接把它 KO 就好了。操！啊，干林老师哦，吓死我！我、哦、还有93,300位的观众啊！最彩蛋是什么？等一下白金再跟各位讲，因为有些话白金想要跟各位说一下。靠，也不能干掉他哎、欸！我现在不能干掉他哎、欸，干掉他就爽了、欸。哦，不会吧？哦。我操你妈的，怎么打那么痛啊？靠北我的话，我的话等一下再跟各位讲那个状况，应该你是刚来的，不然就不会问我的话在哪边了。这个超舒服的，等一下是尾王的问题啊，我看起来尾王比较危险，那恢复力3000多而已。我的话在这边啊，我的话在这边、啊。等下节目最后会有彩蛋哦，还有93,700位的观众，好吧，我们敬请期待这个彩蛋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，好不好？话被藏在后面，学长们。再开，这边哦，运用另外一个技巧哦，就是强化心把它留下来，把柔烂的斗阵挂回去，是不是？
忽然间想到有个配技，有个方法，搞不好有搞头。干，为什么断心啊？不是断心啊，断攻击珠啊。你可以练财神，彩蛋是旋转门吗？哎呦，旋转门这个 idea 不错哦，下次给龙王看旋转门。干，刚刚那一只，这只应该菲尔卡先开，可是现在不能开了，现在开太危险了。不要死，不要死！对，现在死了我他妈补不了血。干，这是在这边啊！干，弄错边了啊！我错啊，姐，你没想嘛？想丢干，差点闪尿出来。有没有？现在很多强化星哦，我们就是对，就是让他很多强化星。哎呦，干！有的人不要太早那个啊，好吧，太早那个哈，我循环满劫，干不全开不行。八颗，一二三四。六七八九十十一，是有十一颗啦。我想一下，这一波打下去，全开。我知道刚算过是全开啊，可是我想用别的方法开啊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英雄莫龙说打了九场了。哎，这 CD 太长了，我想用配技的。我不想要撑到他来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读一下，跳，十四颗，这是 CD 八。我想要这样开了。现在鸭子还在哦，鸭子还在哦。看一下，哎呦喂，他妈无翼龙科林老师哎。威力太强了吧！干外星猪，外星猪，外星猪！哦，你老输嘞！我留三清的目的就是 B
比较保险一点，应该这么说。7000多，不够，不要急，跳一下，一定要跳。哦，看你不跳，他妈我心脏都跳了。掉星哦，掉星哦，掉星哦，掉星哦！干，这队还是有点危险的，说实在话。哦，好危险啊！鸭子又靠你了，跳一下，跳跳跳跳！啊！还有几回合？两回合？三回合？鸭子或者七弟会跳起来。心啊，千万不要啊！妈呀，干！哦，我干，你直接干得好呢。来，我们来玩一个天降的游戏哦。剩两回合你不给我啊？真剩两回合你不给我，操！干得好。可以了，我用歪掉了，我用歪掉了，你可以弄回来吗？哦，谢谢。689万。还有一回合，再来赌一次天降。感觉这么晒吗？我自己都很怀疑就一回合他不给我，好吧，天啊，不给降，全跳。I have the 魔法石，咔！加瑞啊，没送啊。好了，真的，我觉得不好过了，因为我自己看过水队了。哦，一颗啦，一颗啦，好不好？等菲尔卡直接开了，我直接开了。差一回合啊，一回合我就舒服了。把菲尔卡弄满一下哦，干需要吗？不知道，我感觉暴击好啊，菲尔卡好像倍率最高了。他发光了啊！六颗靠背啊！六颗哎，各位，看，锁技工哎，锁技工哎，对啊，等一下，我算一下，这个干第一只就没伤害了、啊，零啊，几颗强化？
可能会死掉哦。假设30颗啦，不过菲尔卡现在是倍率不一样了，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，真的这对风险太大了，是掉 2.5 乘 2.5 乘 1.1 30.9375 30.9375412万，好像刚刚好哎。如果一 combo 了，因为他大概打了1/3嘛，1/3啊，剩2/3，6 8 9 2 3 1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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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